ICAC， 我们怀疑你们公司董事利用银行资金造势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总之犯法的事，我没做过。如果你真的什么事都没做过的话，为什么要怕？我能留在银行查案已经很难了，你还要我黑进银行？只有翻查 OKRBASE 的买卖记录，就会知道是谁，是幕后的金主。谁批准你开卧底的？找到你的证据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 我大哥被人绑架了，他们要求无一盖毙的书信。